烟姐，哎，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。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，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，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。过去了，不用再提了。我和秋夏分手了，今天之后。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。少了我这个阻碍，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？其实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跟他已经都成为过去了。你这样想，但他未必。算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。我们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。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？你要想清楚，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谢谢你，怡安姐。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。今天。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？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。露娜，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。为什么呀？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。啊，学跳舞。就是为了学跳舞，不是为了交朋友。再说了，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？可爸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，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，我不快乐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，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？天天练功，对不对？你看着妈妈。跟你说啊。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，将来长大之后，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，都会特别的美。球球，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？你知道吗？坚持就是胜利，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。我倒不希望她成什么家，就是希望给她培养个兴趣爱好。你这么快就妥协了，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，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。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，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，还是快快乐乐的好。随他吧。我还是那个观点啊，孩子小的时候，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？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。怎么会？我这实在是太忙了，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。结婚？你要结婚啦？是啊，我要结婚了，一见钟情，闪婚，之前想都不敢想。新郎是什么样的呀？旅途上的驴友。他也在上海工作，我们搭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回上海的前一站，他向我求了婚。我就答应了，真好缘儿，我很高兴。哼，哎，咱可说好了，我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。没问题啊，肯定的。哎，他们喊我去试菜了，咱们改天再约，姐妹好好聊。好的，等你联系我啊，拜拜。小茹还没来啊？哎呀，小李啊，你这两天没来上班，出大事了。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。那小茹呢？哎呀，小姑娘脸皮薄呀，这哭的呀，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，跑了，这两天都没来上班。崔宝会什么反应？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。不要脸，
这是恶人先告状。什么意思啊？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。啊？真的？不会吧？我亲眼看到的，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。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，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。前天你还记得吗？其实小红梅的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，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段时间，因为我拒绝他了。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，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，说如果你声张出去，我就给你开除。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，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。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。是啊，我给小茹打个电话。好。对不起。呀，去！我去看看他，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。行行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。好，我去了。嗯嗯，好。你在家吗，小茹？我是李锦。小茹，你在家呀？吓死我了！我怕你做什么傻事儿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接，我都快报警了。姐，手机静音。没听到，小茹，你能让我进去吗？我们商量商量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帮着你一起解决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只想辞职。小茹，辞职很容易，但是我想让你明白，错的是他，不是你。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？我就是一个来了才两个月不到的实习生，对，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，可那些同事会怎么看我呀？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？小茹，我已经告诉钱姐、梁曼、崔宝辉是什么样的人了，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。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，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，他们怎么说我？怎么说我的很难听啊！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，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，好吗？那你能怎么做啊，姐？实在不行，你先跟他服个软呗。
还知道打电话来啊？你之前不是很狠的吗？我还以为乔姐已经打过去了。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，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差不多40万，我跟半年还清。你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！你在这儿等着我了，40万，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？你要觉得40万不够，你就说说。多少钱都不够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，一辈子都不管我了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啊？报应就报应吧。从小到大，我也没觉得我过多好。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。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。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，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。大家伙儿给我面子，那不是信任我吗？也该找这只股票啊，争气，业绩还真好啊。行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。明伟，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，咱俩出去吃。我请，我请，不用你掏钱。我的工资卡，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？工资卡放我这儿，我帮你理财，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？我就是想。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是不是跟他那儿受了气，回来找我撒气呀？怎么是我女儿？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？他现在不听话了，你作为爸，不也得管管他吗？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，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出问题了，你们管不了了。对不起，我也管不动，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……哎，别提当年那件事，心情好好的。你又闹不痛快。你回来了，怎么大白天就喝酒？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同事几个想再聚一聚。哎，对了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，火车票我买好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。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，我现在身子不行，我妈说不能多动。哪有媳妇儿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？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。但医生也说了，我这胎不太稳，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，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，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。你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妈说了，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，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。你妈说，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？哦，对了，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。我妈说，虽然我人不到，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。这些东西都不便宜，你倒不如带回去呢，面子上也好看。你显摆什么你？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？不卖去！哎，小心点！小心点！玉伟啊，一定要小心点啊！忍着！你们记住了，孟家的女儿，即使出嫁了，年三十儿
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，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，谁也不许坏了它。怎么又报道这件事儿了？李锦，别想拿钱打发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，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。正好臭味相投了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回结婚，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。三个月之内，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，我就……你叫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说说说说，我就掉五斤肉。哎，给你美的，能不能长十斤肉啊？真有意思。哎，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，那还是在我辞职之前呢，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。嗯，媛儿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嗯，你说，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催晚会的事儿吗？你都要走了，你怎么？跟我提起他呀？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。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？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，然后他老婆来公司大闹了一场，因为他说是对方用小姑娘勾引他。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？他之前也骚扰过我，被我挡回去了。我觉得吧，他就是惯犯，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。我们之前同事聚餐，上来就摸我大腿，我当时就躲开了，我以为他是喝多了，我就没有追究。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。当时给我吓坏了。那照片还留着吗？没有，早删了。手机我都不用了，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。真够恶心的，你没反击啊？我警告过他的，但他说，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，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沈。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就辞职，不是你怕什么的呀？要发呀，真有意思。聊骚人事他又不是你，算了，这事我都翻篇了。我马上结婚了，这事我也不想。凭什么呀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？还在，找出来给我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，现在绿油油的一片。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打扫卫生呢。我这些时候不在家，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。哦，我去换个衣服去。换什么衣服？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？不吃了，没心情。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。
正在处理，请稍后。又错了，姑娘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阿姨，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？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，密码忘记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嗯，带了。这卡是您本人的吧？是是是，请跟我来一下这边。嗯。请插入您的银行卡。还有身份证。这边站一下，我们人脸识别一下。好了，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，输两次。嗯。摁完之后点击确认。哦，好。请取走您的银行卡。嗯，好。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.2元。多少？5099.2。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。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。稍等，我帮您看一下。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，之前余额是879.2元。阿姨，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？嗯，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？可以的，您稍等一下。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，涨了两次，倒没到3000。退休3年，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.2了？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，其他的钱去哪儿？今天这个卡特别好。哎，大姐，大姐又来了。哎，今天的菜可新鲜了，你看看你来点什么？我要点西红柿。哎，来来来，对，好，够了。我给你称称啊。7.9，你要几个萝卜？拿两个吧，你称一下呗。哎，给你拿两个。哎，大姐，西红柿没拿呢。谢谢啊，坐好啊。1块钱。哎妈，哎呦，小笼包忘记买了，我这就买去啊。你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不用去买。我正要跟你说，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，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，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。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，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就行了。不用不用了，妈，我有钱。哎呀，老说有钱有钱的，自己想买点什么你就买点什么，别光老顾着我啊。我看你都瘦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我下去了啊。真是的，哎呀！
一把岁数的人了，还指着80岁的妈给你花钱。哎呦，大姐，哎呀，大姐，我来帮你，你没事吧？嗯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来，我先扶你起来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来，慢点啊。哎，我来推车。不用了，我让我来。你去叫我小高，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，那前面那栋楼。大姐，你贵姓啊？我姓孟，孟姐。这会儿有空去菜场，不赶着上班啊？退休了。看不出来，这么年轻，保养得真好。哪里哦，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。是吧？我今年55了，看不出来吧？哟，看不出来，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，才比我小2岁啊。我今年刚退休，闲得慌。你看，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，在这里啊，学了不少东西，不仅长知识，还能赚钱。你看。叫我跆拳道。学习转胯踢，转胯踢，这是你最讨厌的。再来，不是劲儿啊，卡腿。再来，继续踢够100下，再踢啊，没听到响。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，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。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。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？舒畅了吗？解压了吗？我不是要发泄，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。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？不是，那你学这个干嘛呀？你报警啊？搜集证据了吗？现在有一些眉目了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大家听一下啊，孙小茹呢，因为旷工太多，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。还有，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，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。我们就这么放过他？其实我有一个主意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啊，为什么宣传部门、道具部门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？您给我聊了一下吧。哎呀，李姐，大家都看了，你怎么说话？你跟谁说话？你以为你拿了个小红领，你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？没关系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小红梅你要是搞砸的话，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，卷铺盖走人，滚蛋，知不知道啊？好，行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找崔经理。看把他拽的！崔经理，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，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，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你想我怎么办呢？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，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，您能帮帮我吗？能不能帮你，
就看你懂不懂事儿了呀。摘去呗，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棒的酒店，咱俩一块儿。秦经理，你别动手动脚。我跟我装矜持，我知道的，你对我有意思的。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？是不是之前你也让小茹陪你去出差？提他干什么呀？孙小茹他没意思，你比较有意思。李姐啊，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有一生。李姐，你是干嘛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季宝辉，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，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，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。老子崔经理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边拍不许拍！崔经理，崔经理，你别这个变态，干什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误会了啊！李锦他设套陷害我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茹。那你别当脸啊你！崔宝辉，我现在不怕你了，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钓鱼执法是吧？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！你之前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的信息，我都找人回复了，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。李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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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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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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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真是大快人心，痛快！是啊，一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勇敢。在崔宝辉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真有点担心你。不是你说这话，我怕不怕？我也怕呀。但想要有大家做我的后盾，我就不怕了。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，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。我今天也要谢谢我易经姐、曼姐还有钱姐，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。哎呀，好啦，小茹啊，你不要谢了，我们都是女孩子嘛，对吧？钱姐，钱姐，你也是女孩子，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？好吧。小茹，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，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，就已经非常勇敢了，不用谢了啊。没有姐，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。好了好了，这不应该的吗？我们都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谢来谢去的了。不如来点实际的吧，啊，实际的。那今天我请客，姐姐们都不许手软，就挑最贵的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淮海西路，没有，走走走，不手软，姐姐们，手软，手软。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？啊？又乱翻我东西了吧？什么？我那小本子，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，我怎么找不着了？那不在就在那儿吗？你自己放的呢？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，也别进我房间。哎，干什么？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，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？这500先用着，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。那你那500块钱什么时候给啊？你要是没工夫，你把卡给我，我去取。急什么？这钱你先用着，不够用了，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。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？人家不过日子，自己先过日子，总不能指着人家吧？谁欠你的事？
带钥匙。孟姐，小高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？都是邻居，问问就知道了。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，花青素养颜，您试试。别呀，送我东西干什么？孟姐，我就是觉得您脾气爽快，跟我投缘。要么我就放这儿了。别，你进来坐一下吧。来，进来坐坐坐坐。啊，好。孟姐，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，跟你人一样，清清爽爽的。你坐啊，我给你去弄点水果。孟姐，不用忙了，不用忙了，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。一会儿啊，我还得去上课呢。上什么课呀？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理财的课呀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听听？哎呦，我这岁数大了，什么都记不住。算了算了，不去了。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听了我们理财的课，一年赚了几万。几万？你这么年轻，怕什么？哎呦，那挺厉害的哦。这还有假？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，腰板可直了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家里儿女啊，老公，哪个不对他刮目相看？嗯，孟姐，我先把你拉到群里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。群里啊，都是咱们老姐妹，都是邻居，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、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来，你先吃着。哎，来，咱们先加个微信。啊，马上。我扫你。我怎么跟我妈一样啊？哎，我的事，我是谁呀？现在连个妈都不叫。老婆回来了。哦，你怎么还没吃啊？夫人没回来，我怎好独自动筷呢？快洗手吃饭。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？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。婉清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
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。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退一步，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，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，我真的管不动了。婉清，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。你总是把我想的那么肤浅。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，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。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没事，没事。